从《妈妈是超人3》这个节目开播以来，邓莎的老公一直是大家热议的对象。好多网友猜测，大林子是邓莎之前在香港的富二代男友的。还有的网友说，邓莎是第三者，大林子爸爸一直没有出现，而且连爷爷奶奶都不在镜头面前出现，也没来照顾孙子。也因为这些原因，不少人怀疑邓莎是单亲妈妈。在节目中，摄影机拍到了邓莎家里的照片，眼尖的网友发现了众多照片墙里面的其中一张照片。照片中呢是大林子一家三口，大林子的爸爸抱着他，而邓莎站在一边，看上去十分温馨，直接打破了网上的一些传言。大林子爸爸戴着眼镜，远远看去帅气十足，而且身材十分健硕，难怪大林子长得这么可爱，看来和爸爸的好基因有关系啊。网友看到照片后表示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样子令人好羡慕。最近有记者采访邓莎，当记者一进门，邓莎就说，节目里面经常拍摄的那个家，家里不仅十分大，而且装修也很豪华。网友疑问道，难道是为了节目准备了一套房？看来网上传邓莎老公是富二代是真的。